来开箱，刚刚买的那个顿顿吼，什么炙烧牛肉饭，目前该看起来哇，一个配一个半粒温泉蛋，目前评价是真香哦。好，来，啊量的话，以70块来讲，这样算是刚刚好了。哎呀，伊这本身牛肉本身就较贵啊。啊，你若像一般的炙烧来讲，家己咧卖啊，有定咧卖，已经差不多要百几箍啊。但是，哦，等级有没有一样不知道。来，好食，那个牛肉味道有出来。另外要等下去买，然后温泉蛋的部分，啊，那牛肉就是刺杀，有点偏甜。哦，甘甜甘甜啊！啊，配合温泉蛋来，哎，70块 CP 值就管了。半熟温泉蛋好吃，这牛肉哦，跟我常咧买迄种其他友军的哦，食起味道几乎一模一样。我给伊评价。很好吃，以后可以买。